七公主，本王最近偶感风寒，早就说过不见任何外人。公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顾太医，殿下可好？回四王妃，殿下他刚服了药，睡下了。哦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四王子就卧病在床，现在还在睡。 那不是更严重了？还是让我们去看看吧。不行不行，殿下染的是风寒，怕传染给诸位。等殿下康复了，再好吧。怎会如此弱不禁风？区区风寒而已。四王妃，就别客气了，让我们进去探望探望吧。有刺客，快来人呐！影子。 快去捉那刺客！好，走走。这边，皇上，院内现在有刺客，还请退出院外，以保安全。不必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刺客长什么样。刺客，别跑！你们就别演戏了，皇上。 他们这么拦着我们，肯定心里有鬼。咱们一闯就是。哎哎，哼！让开！哎，赵熙公主，你的脸，我的脸。 君美月，你竟敢打本宫主的脸！哼，本王最近偶感风寒，早就说过不见任何外人。公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本王刚刚还以为你是刺客。南诏王上，使者驻地出现刺客，这是不是有些太怠慢了？这个刺客抓到了吗？ 禀王上，一派人将驻地里外都搜了一遍，并未发现刺客。那四王子病重受惊，是寡人的罪过呀。四王子病体可好些？南诏王上，君北月他打伤了本公主的脸，您不应该给我讨回一个公道吗？王上，我家殿下得的是风寒，虽然静养几日便可痊愈。 但是这风寒传染还是小心防护。既然四王子身体有恙，那等江阳好了再说吧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你们，小心我传染你。 晴儿，活该！对对对。